如果大家有追英国国家足球队嘅咧，都会成日听到自1996年开始成日呢个男主角踢波就一定会唱就系 Football coming home, Football coming home。就是 Three Lions 所唱啦，其实嗰 Three Lions 其中一个就是 Ian Boldy， 就是Linesis 嘅化身嚟嘅，即系或者其实 Ian Boldy 嘅化身就是 Linesis 一个 One Man Band 乐队嚟嘅。咁呢首 Pure 咧就是 Linesis 嘅作品嚟嘅，我就好中意嘅，因为个曲调是好舒服嘅，同埋嗰种。得得得得，同埋啲鼓声系好畅快嘅感觉。